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惑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净水、刘兆坤、蔡星纯等人。第366回，龙虎棋牌。教场一见，李岩展露出无可置疑的实力。他要把手里的弓还回去的时候，李如梅却摆摆手：“哎，送你了。”这把牛角大弓通体漆黑，铺金细如发丝，两端是烫金色的铜箍，色调低沉。看外表就知道其制作工艺相当繁琐，品质是稀有，和虎头战金枪同一级别。谢大人。虽然弓箭对自己的裨益相当有限，但李岩还是接受了李如梅的馈赠。行了，都散了吧，我和李振甫单独说两句。李如梅屏退他人，领着李岩来到自己的书房，让李岩坐下，才开口道：你的武勇我在朝鲜已经见识过，可不怕你不爱听啊。那时节军中的各将官当中，也未必就挑不出能战胜你的来。比如现在回京任职的骆尚志，还有那个伤病辞官的宋义。唉，只是今天你这一身夜意惊世骇俗啊。他话头一转：只是今日你为拿得太过，这样不好。军朝之道险恶，武艺与之相比倒是雕虫小技了。大人教诲，卑职铭记于心。扯远了。李如梅干咳了两声，他李氏几代忠良名将，李如梅其父成良，其兄如松，都是允文允武的栋梁。可是相较起来，李如梅就差了一点。他射术冠绝三军，领军打仗也在行，可说朝堂之道，他只是耍嘴皮子，什么军朝之道险恶，耳濡目染罢了。见李岩如此恭维，李如梅反而有点不好意思。我刚才也说了，这次要你来啊，是为了护送龙虎棋牌，这东西你可有了解？李岩坦诚地摇头：卑职不知。李如梅耐心解释：啊，龙虎棋牌是天师道受天下供奉打造的社稷重器，嘉靖三年，龙虎山以108道龙虎棋牌镇压大明2京13省，尽管朝堂士大夫多有不屑，可事实是，自从各地方领了棋牌，不仅种种吃账祸端日益减少，还连过几个丰年。80年来，蝗灾、旱灾、洪灾减少了足足70%。唉，我是个粗人，不敢妄谈神鬼之说。可既然国泰民安，那天师道能如日中天，也未尝没有道理。只是一个月前，神皇帝下旨要各地方在9月之前将所有龙虎棋牌全部送回龙虎山，以助天师降妖。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李岩皱了皱眉：依大人所言，这龙虎棋牌事关社稷，不可轻易撼动。天师道祭奉皇恩，又岂可以区区降妖之名便要收回棋牌？什么妖怪能比我大明的江山社稷还要重要？李如梅的脸上有赞同之色，嘴中却训斥：放肆，旨意是神皇帝亲下，做臣子的奉命便是了。卑职莽撞。李岩接道。顿了顿，李如梅又说道：我辽东名义属山东管辖，却独自领了足足14道棋牌，是大明朱棣峰之罪。此次护送，天师道三令五申，不可大张旗鼓，护送队伍要尽量精简。这又是什么道理？我也不是很清楚。天师道的意思，这一路都是种种匪夷所思之事端，人多除了枉造杀孽无他用处，只强调要用强将。我特地叫你来，其实并非只因为你武勇过人，而是因为你
在朝鲜时曾组织大批的游神野鬼之流，论起这方面的经验，军中无人能及你。李岩点头。啊，你且稍等。李如梅嘱咐李岩一句，不多时门外面进来一道人，穿黑白道袍，一只玉簪子插过发揪，手里捧着一只三尺长的朱红剑匣。见过总兵大人。这道人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李如梅也习惯了道人不咸不淡的态度，指了指李岩。啊，这便是我军中挑选护送旗牌的将官。那道人转头，李岩感觉自己身上被扎了一下似的，下意识一皱眉头，紧跟着一股清凉之气从双眉中间炸了开来。那道士脸色大变，噔噔噔地连退几步。李岩的耳边传来严符的提示声，你受到了龙虎气法术三清指诀的刺激，你点燃了新的天命雅克图谱抵抗先锋，四阶基因抵抗先锋，抵抗大多数非物理类型的精神压迫、幻觉、探查类型攻击，并增幅精神压迫类型能力。此项能力作为雅克秘藏强化在了你的传承无知旗之血上。你的传承技能祸挡对水生生物的压制力增强了。李岩揉了揉眉心，没有说话。那道士点点头，脸色复杂。他姿态恭敬地冲李如梅拱了拱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兵大人果然眼光如炬。李如梅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却含蓄地说，啊，李振甫在我辽东，吴勇也在前几名，相信可以满足天师道的要求。道人满脸慎重。辽东猛将如云，是小道狂妄了。他又看向李岩，将手中朱红色的剑匣打开，向李岩展示。李振甫，这朱匣中14道龙虎棋牌，振甫大人一定看清楚。棋牌离位，天门山中13史司大阵名存实亡，四方妖孽定然对这棋牌虎视眈眈。就连游神散仙之流也会不自觉被棋牌吸引，镇府的担子有千钧重啊。李岩望向剑匣当中，眉头一挑，这匣子里是陈列开来14道一掌长两指宽的玉制令牌，每一道上面都裹着金色的绸子，棋牌露出的地方，粘稠的紫金色和深红色纠缠在一起，甚至能亲眼看到两种颜色缓缓流动。这东西给李岩的感觉分外熟悉。岩符果核，龙虎棋牌，单一道，部分特性无法显示，品质传说，特性使持有者周围一定范围的龙虎器无效。李岩看罢才恍然，其实这颗果实的土著普遍素质一般，算上横练刀马功夫也就比地球古代强上一些而已，朝廷只凭火炮刀剑根本无力抵抗妖鬼邪神，武将和兵卒杀伤妖邪平时靠的多是龙虎器，天师道的法术更是只有龙虎器才能施展，这次护送使命官府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个人勇武出众的人上。这些棋牌让李岩想起了当初在京城夜废那次事件中打破岩符果核的经历，那些龙形状的器具物件和龙虎棋牌的气息一模一样。108道龙虎棋牌，每一道都是传说品质，那是不是说传说之上还存在更为珍贵的器物呢？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惑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净水、刘兆坤、蔡新纯等人。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我们下一期再见。